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先吃饭了。奶奶吃饭了，怎么还在吃面包？我想做面包，面包好吃。先给你两份面包吧，让面包来做饭吧。下次我多买几个面包给你就行了啊。今天喝了自来水了呀？好的了，弄两包出来。 爸爸在打井，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回来了，太赶好了哦！现在已经转了七八米了。